好，继续来看到台中市的民进党人选呢，现在相当激烈。由于参选的林佳龙目前得到了台联的支持，立委许忠信也特地南下力挺。加油！相亲夹道欢迎，抢着和林佳龙握手，杀戮大甲清水无期，居民热情相挺。海线龙友会成立，支持者逼近千人。林佳龙强打交通政见，大台中山手线。海线甲山线甲连起来好无？连起来为咱山啦，连起吼台中港，连起清泉港，连起台艺新港甲潭子，连一条中央线。江沙路便是海线中间点，林佳龙承诺加速海线双轨高架化，大台中蓝图早就构思好。连任是20多年的国会好友，台联立院党团总召许忠信也特地南下挂保证。耶鲁的博士，阿姨呢吼，阿里中央国会做过首长呢吼，所以伊的国际观呢吼，有事无事强无。高喊泛绿大团结，许忠信分析要赢胡志强，林佳龙胜算不小，有志一同的还有他们。议员们纷纷押宝找上林佳龙合体拍摄广告看板，期望发挥母鸡带小鸡效应。民进党台中初选，林佳龙蔡其昌两强争锋，就等12月30号电话民调见分晓。三立新闻黄宝彤黄世廷 SNG 小组台中台北采访报道。